too. Hello. <笑>哦，我低调了啦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我想要试试看，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的时候？等一下，这样子有吗？你们这样子听我讲话有比较清楚吗？我讲话有比较清楚吗？请问看不出来吗？我扮得这么像呢，我有什么？什么？我很像哎，不像吗？我很像哎，不像吗？我很像啊，懂的意思吗？我很像呢，你们好好。我很像呢，你们好好想想，我像。我很像呢，你们好好想想，我像什么？我很用心打我。我很用心打扮呢，我很用心打，我很用心打扮呢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嘛，网络不好吗？网络不好吗？网络不好吗？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嘛。网络不好吗？网络不好吗？网络不好吗？感觉有降噪，对，这样有听得比较清楚吗？要清楚吗？还是要清楚吗？还是现在比较好吗？啊，口红不见了！啊，口红不见了！那个口红在哪里？那个口红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的口红呢？奇怪了嘞，马西亚早就不奇怪了嘞，马西亚早就不奇怪了，奇怪了嘞，马西亚早就不见了嘞，奇怪了嘞，马西亚早就不。奇怪了，奇怪了嘞，马西亚早就不见了嘞，马西亚早就不见了嘞，马西亚早就不见了嘞，还是卡吗？
卡吗？还是卡吗？这什么颜色？这什么颜色？好丑，这个颜色好丑。Hello， 还卡吗？卡吗？还卡吗？卡吗？Hello， 应该不卡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声音是怎样？有声音是，有声音是怎样？有声音是有卡还是没卡？我不要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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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播了，还是。
阿卡吗？各位 ，Hello， 各位 ，Hello，Hello。各位 ，Hello， 各位 ，Hello，Hello。我卡了吧？我卡了吧？还卡吗？我卡了吧？我卡了吧？为什么直播就卡？拔耳机吗？是。拔耳机吗？是耳机的问题吗？耳机会。拔耳机吗？是耳机的问题吗？耳机会吃我的。耳机会吃我的网络吗？拔耳机吗？是耳机的问题吗？耳机会拔耳机吗？是耳机的问题吗？耳机会吃我的，耳机会吃我的网络吗？耳机会吃我的网络吗？网络吗？网络吗？那么等我一下，我回到我的房间，我回到我的房间，然后我回到我的房间，然后等我，哎，看到我穿奇怪衣服了啦。我回到我的房间，然后我回到我的房间，然后等我，哎，看到我穿奇怪衣服了啦！然后，哎，看到我穿奇怪衣服了啦！然后，还卡吗？现在可以了，哈！我真的要生气了，搞什么东西？我现在用我妈的手机，在我妈的房间，在我妈的网路。所以你现在更新？我不要，我要把它删掉，气死！你后面有什么不能看的吗？没有。Hello， 我手抖，看出来了吗？但是我的脚架就是在我的房间呐。要我去拿吗？不要，这样我还要把它搬回去。那这样子夹着，我们就放弃我们的光吧。不用，我成功开播已经很不错了。请问看得出来我今天办什么吗？我连他的尾兜兜都有模仿哎、欸，
他的头我也有模仿，哎，看不出来吗？可能只有天佑看得出来。什么很丑的角色？啊，我不要播了，网络很烂，再见，拜拜。我把你踢出直播间，拒绝沟通，拒绝沟通了。我拿玻璃。哦，哎呀，不卡了，可以了，没关系，不用再告诉我不卡。还直接抓，要我们去新加坡找你玩哦，勇哥。什么天线宝宝？谢谢诗涵，不会到孤单啦，只是自闭了一点。哎，我这么像，你们等我，我要生气了，有这么难猜？明天为什么要上课？不是，明天为什么要上班？台风怎么就也不是，不是他不能走，但是就是。我看一下，我这么像，你帮我拿着，拿好哦，这样子。啊，是这样。我也在。你不要再移动了，我已经要歪掉了，你回来一点。算了算了，我这么像，我连他的大便都模仿出来，不要跳讯息出来好吗？现在，年代差距啊，各位，我忘记你们都是叔叔了，因为懒洋洋的个性本身是，我记得是比较欠揍一点，所以个性也想到了，哈哈。为什么不喜欢这部？我总不可能扮红太狼吧？但我有评比过嘞。你有看过他上电视？你叔叔，勇叔叔，不喜欢他的画风。我记得我蛮喜欢看喜羊羊的，是吗？嗯。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沸羊羊，什么？慢羊羊、软绵绵、红太狼、灰太狼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绿茶因为我变得更香，白云因为我变得柔软。什么？什么？谁也追着太阳，夸父？怎么会有夸父的问题？国中才听的那部，真的哇！西恩叔叔，西恩叔叔不哭哭，我们要面对现实。现在也有人可以叫我阿姨了哦。喜羊羊，美羊羊。这里直播正常，我这么可爱，怎么的？蔡瑶恩怎么样？这样，我要跟他连播看看，结果他拒绝我。你很可怕。为什么你会有咔吱咔吱的声音？你的妆好浓啊，阿姨。你看得出来我是什么吗？大便。我是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沸羊羊、沸羊羊。
我有这么黑？你有符，你有符合费？我操！我你是想怎样？你为什么要关灯？我真的很怕黑，你走开！我只是想，因为有粉丝跟我说你长得很可怕，所以我就是连播一下。可以了，阿姨。哎呀！拜拜，喜羊羊。我是懒羊羊。你是懒羊羊。阿姨。神经病。啊，还有还有谁也爸吗？那个刘晓婷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呢，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呢。你好，好可爱哟、哦，爸爸。你知道我是什么吗？嗯，大便。你跟蔡雅恩约好了吗？那个山羊，山羊。你有看过这个吗？有耶、欸、这是什么懒羊羊、嗯、这是懒羊羊、嗯、我有眼睛，你可爱，谢谢你，大便，你漂亮。拜拜拜拜。刚刚蔡雅恩也说我是大便，我哪里像大便？那个头发，那个头啊，冰淇淋，你的大便是白色的。再见。你还有旁边两颗。这每个人都说是大便，这每个人都说是大便。我们只剩最后一个可以尝试了，各位。他应该会理我吧？他应该会理我吧？结果他不理我。为什么？卡了吗？我卡了吗？为什么？卡了吗？我卡了吗？没有，现在没卡。李雨欣。他们在讨论灯箱。李雨欣。他们在讨论灯箱。哦，好吧，打扰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们晚一点再找他。那刘露卡，那刘露卡，我没有追踪露卡吗？怎么可能？呢？搜寻哪有？哎有哎、欸，他会理我吗？他会理我吗？好、啊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有了，Hello， 太可爱了吧 ！Hello， 卢卡，你是扮什么动物？是羊吗？我是，哦，日本人不会看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喜羊那个吗？喜羊羊，喜羊羊。原来是喜羊羊，还好你没有一看到我第一眼就说我是大便。哪里像大便？你说耳朵这里？因为我刚刚去找蔡雅恩，然后找刘晓晴、嗯，我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觉得我扮的是什么？”他们第一个都是大便。我知道卢卡懂我，太脏了吧？好可爱呀、哦！有这么可爱的便便吗？对啊。是来跟你嘿，卢卡懂我，我爱卢卡。我跟卢卡有一个很奇怪的，就是莫名的默契，在一些很荒唐的时候，或是很哈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会对看的，然后就一起哈。
对，这是跟卢卡很奇怪的默契。而且因为我们两个在那个休息室的位置坐在一起，所以打电话给郭馨予吗？这是，宝贝，我在直播，不要乱讲话。宝贝，我在直播，不要乱讲话。宝贝，我在直播哦。你怎么长这么可爱？你猜我是什么？那个笑笑羊哦。啊！乌龟。我为什么那个领巾啊？我是哪里像乌龟？我哪里像乌龟？我再猜一次，再猜一次。我有一个主题曲，我是配角。喜羊羊。对对对。是吗？对啊，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。快点，天佑来了，你问天佑。我是懒羊羊。啊，懒羊羊，我想不起来。没关系，至少你没有说我是大便。没有，大便是另外一个头套。对。好可爱哦，谢谢，没事。我这你打我给我的上一秒钟已经快要睡着了，我最近的作息真的是。不是有人跟我说你想要直播吗？行，快睡着了。你的万圣节造型真好看。我今天洗头了，各位，我今天洗头了。Hello， 哎，我一洗头的话，我的那个疤就结痂就掉，超痛的。咦。我那天那个握手会结束，我就去给人家洗头，因为我怕痛。然后呢，就撑到昨天。这个可以不用告诉他们，没关系。他们听得到我。废话。Hello， 大家想我了吗？我是这样子直播的哟。哎，你这我还没有跟大家那个分享下跪的嘞。啊？为什么要下跪？我没有拍照，那天握手会结束。我没有拍到我的礼服，你知道我们就这样没拍到哎、欸，我完全我不知道那天就赶快。你完全没拍到吗？对啊，我脚实在太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只想赶快把我的礼服脱下来，因为他一直你知道刷到 我那天我已经见到我妈了，我才看到她传讯息问我说，帮国旭拍照，要帮国旭拍照哦。请记得的帮国旭拍照，然后连粉丝也有小盒子，我说拜托麻烦帮国旭跟花拍照。殊不知我们两个都是拍到照，但没有礼服，没有照片。有啦，礼服有公演的照片，但我还没有发。殊不知我们两个都是不拍照的人。可是我那天怎么会没有拍啊？因为你装的头，对，那天脑袋真的一片混乱。国旭，你可以叫你妈。那个手机查查看，他应该有拍吧？没有。我在想说，等姐姐的照片，想可以发跟大家一起的照片啊。嘿，还有圣血的照片。对呀，有圣血的照片。好了，我只是要确认你不会叫我大便而已，就这样。不会啊，就是一很像很可爱的羊，但是我忘记叫什么羊了。就刚刚为什么会说是乌龟？那个头啊，因为你有一个绿色的领巾。绿色？你色盲？黄色。有点黄绿黄绿的样子。啊，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呢、欸。哎呀，我好想直播、哦。啊！你应该要弄这个。过来 ，Hello， 过来。它怎么有油鸡的味道？快乐过来！啊、掉进鸡汤里面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鸟洗澡的话会超级臭。为什么？会有鸡味。它已经有了。洗澡了。我就说它掉进鸡汤里面。它现在只有油鸡的味道，是认真的油鸡。好可爱呀、哦！油鸡它又跑进去。好可爱呀、哦！飞扑进我的碗里。好可爱呀、哦！啊，好可爱哦！那个肚子在那，那个瘦男那个的毛还没有。Hello， 过来。哎呀，胖死了。你叫他过来吧。过来。
过来。过来。啊，过来呀、啊！飞吗？哈？我不知道它到底多大、欸，它不是才刚出生而已吗？它、啊、怎么会飞？开玩笑、哦。他们是多久才要会飞？他们应该是现在就要会飞了吗？没有，他才三个礼拜而已，不是吗？对，可是妈咪，你看，我表演给你看。他现在没有食物，但是你起来了没有？啊，来来来来，看啊！哎，你不要这样玩，他才三个礼拜而已。我也要看，我再一次，我要看。我没有丢他的话，他会自己飞来找我。他才三个礼拜而已，宝贝。好可爱哟、喔！你们好可爱哟、喔！过来。哎呀，要咬我！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们不能看啦！过来，过来，睡着了。对，他现在是宝宝。过来。他因为有时候我会把它放在我床旁边的那个桌上，等那个，反正我就把它放在那边等待我、嗯。因为我怕他会要干嘛，大便什么的，然后他就会自己飞来我床上找我。好可爱呀！国庆，为什么你们家都是天使动物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你看，安娜。哈、啊，哈、啊、哈，好可爱呀！妈咪，你看，布鲁超害怕，好好哦。布鲁可以教一下张 BB 吗？我要求换狗，换一只狗。安娜还有水桶。布鲁，你看，好可爱哦。那这是谁？他的脸。他还想找他玩，又很害怕。阿哥，好可爱哦！我们要给你们看啊，因为国旭没有穿裤子。你干嘛讲出来？我今天穿的是我的圣诞 T。那是谁？好可爱哦！提哥来了，你看，提哥，好可爱。不是啊，可他们不会对他凶啊。好可爱。不晓得为什么哎、欸。好烦啊。我家的三只宠物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。我应该要叫你帮我挑宠物的。嗯，是哦。我们要养猫的话，你帮我挑。我也不会挑哎、欸，它是莫名其妙来的。是直接先放他们家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他们家有那个磁场。张 baby， 你可以去他们家吗？听得来。张 baby， 张 baby， 你要去找那个吗？你要去找那个吗？耶！很可爱。好臭。笑笑笑，对，笑笑。对啊，张宇你好可爱哦。好臭啊！你很可爱呀、哦！谢谢，张 baby。baby 呀 ，baby，baby， 他在喝奶奶了啦。What？ 哦，我现在脸上都是他的臭味。你聊，嗯、我聊。他叫我聊，好臭啊、哦！他去直播去了。臭狗。他在。不要看我底下啦。哦。你都用什么？我这样很像那个哎、欸，回应，哎、欸，哪里的叫？鸟，伊斯兰教，不是印度神教。好臭！哎、欸，你今天用手机直播、哦？因为我的网络烂到一个炸掉啊！哦，对啊，气死我了！但是我好了，快挂掉了，拜拜。要记得拍照哦！啊，你才记得拍照吧？再见，毕业仔。你这颗可爱的头。再见，毕业仔。大家明天也许见，后天好了。大家别听了吧，算了。他们已习惯我的大饼。拜拜。你不要玩我的脚趾头。拜拜，拜拜。都是毛啊。
的脚趾头。好了，毕业展。好了，我们刚刚聊到哪里？养到没脾气的，真的很好。不，德全叫他自己播，谢谢。德全，我也救不了你哦，不好意思。他甚至连看都不能看，因为他就是对，自由奔放。为什么要看人家的？哦，是我，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特效？我自己看不到特效吗？不知道。谢谢呆呆的香槟酒，香槟酒。我也要过敏了，我真的对张 BB 的臭口水过敏。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。今天的万圣节就是，只是想分享一下我是懒羊羊而已。殊不知没有人认出来。小屁，波晨是握手会，算是疯狂的人，超级疯狂的人，笑到旁边 staff 都可以加入了，记得拍照，不是你们的问题，没有注意到你有带你家宝贝鸟怪，啊？哪里？哦，握手会。我以为你把我头上三坨大便认成我的鸟。你没有看到鸟哦，真的？那你很认真跟我聊天呢，你吓都吓死了，是不是？被我吓死了，笑死！紫色婶婶。没看这部，哦，默，哪里有默默？没有默默，你在跟人家聊天呢。十八 K， 我不要理你了，十八 K。你应该学别人的笑声，别人笑的声音。哇，那哇，我自己改字，上庭的照片才发觉他有尿。握手会上是泡泡。大健，我喜欢一个车，可是不是你家的，我只是想问问看。我喜欢一个车，大 B， 不是超贵的那个大 B， 是机车的大 B， 是那个雅马哈的。哦，是人的吗？不是 ，B， 对对对，错，你骂到张 BB 了哦。那是泡泡，是的，那个是泡泡，不是你的晨晨，也不是某某。先谢谢大家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要询问一下，我上次有去试骑的，很好玩呢。把妹神车，我有听过人家说是因为他的机车的那个坐垫很斜，然后你再妹的话，后面妹就会滑下来。你这不是很懂？难免名字搞错吗？没有，不是难免。吼，大 B 可爱呀，好看啊，还是我可以骑那个？忘记名字，你说鲨鱼那个？对啊，那叫什么？鲨鱼那个车叫什么？对 ，DRG 吗？是 DRG 吗？看一下 ，DRG， 哦，对对对，还是要 DRG。我看我也踩得到地板。DRG 很大一个。DRG， 哦，有绿色的，好丑，好像螳螂。你看，哦，好像蝗虫。
DRG， 我有试过，我确定我踩得到地板我才问的，只是我不知道我搬不搬得起来。很武欸，很帅欸，我也要把妹啊，搞什么，只是我的妹爬不上去而已。德全那台送你，德全是哪一台？德全骑哪一台？我想要大 B 了。第二句是第二选择，因为我觉得第二句的脸不是特别好看，虽然我觉得大 B 长得很像肥嘟嘟主位们，是不是很像肥嘟嘟左卫门？哦，你不真。还有比你矮的没把谁？我不能把我自己，是不是啊？我就想要那种帅车，而且我跟你讲 ，DRG 的后座超好坐的。DRG 的不是 DRG， 是大 B， 大 B 的后座超好坐的，因为大 B 的后座还有凸出来的可以挂东西的地方。大 B 有三代吗？就是两个大鼻孔横着的那个，有 MMBCU 是什么？曼巴吗？我觉得曼巴也不错，但是曼巴我真的是看不懂为什么一定要那个很奇怪的颜色，是只有我这么觉得吗？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他的那个奇怪的反光白、迷幻白，它叫什么名字？想要大 B， 大 B 的照片给你看看。BWS 125，不是购物。我想要，我在犹豫要绿色的还是要棕色的。我那天上班骑车，我有看到一个人也骑绿色的，但是因为下雨我的视线不太好。这个我想要BWS 哦，绿色。我要考虑一件事，怎么了吗？他不像螳螂，肥嘟嘟左卫门，要换壳不好调货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换壳？你是怕我摔车吗？三代车架跳到骨质疏松，什么意思？我上次有去试骑，然后我就乱问，因为我只是想要找一个可以试骑的店，然后我就觅那个店，我就问说，请问矮冬瓜应该踩得到地板吧？然后他可能以为是那种小屁孩吧，就是男生在问，他说那个老板就说，老板娘，他说哦，我是女生，我156也踩得到地板，只是要稍微踮脚而已。我想说嗯，我穿个鞋垫就160，那差不多。然后我就去，结果那个老板娘看我一下，我就说哦，我是想要看那个车这样。他说哦，你是那个矮冬瓜？我说对，我说对，是我。说哎呦，你要骑那么帅的车哦？我就谢谢你。对，我就是那个矮冬瓜，我就是那个想要骑帅车的矮冬瓜。我没有160，但是我的鞋垫加上去就160。这个老板，那我可以跟他买车吗？那个老板，而且我就说我要试骑嘛，他就骑一圈，哦，我就骑一圈，他还一直很怕我不会骑的感觉，然后。我就骑了一圈，我觉得我想要试试看，不是说 UBS 的那个刹车很奇怪嘛，然后也有说它滑行的距离不会很长。ABS 还是 UBS？ 这个是 UBS，ABS 是自动，是电脑。
说话不说实话不伤人，对，因为是我自己说是矮冬瓜，但是我觉得蛮好笑，就是谁会讲啊，你就是那个矮冬瓜，谁会这样子讲话？老板娘很紧张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要紧张 ？UBS 刹车，对对对，就是不是说 UBS 刹车是前后联动吗？等于 CBS 前后联动刹车，对，然后 ABS 是电脑控，对吧？什么 CB， 反正就是那个啦。是骑老板骑一圈，不是我骑一圈，然后然后说，因为我就是问他说，我没有想好要买新的还是二手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都是原厂的，但是我一看那个轮胎，哇，我好像就是比较厉害的，我看得出来那个轮胎长得不一样的，因为它就是真的长得蛮不一样的，因为它原本说是什么巧克力胎，就是很方块，我有看懂。然后到的时候我就看他的轮子，我就说这个不是他原本的轮胎。就说那个其实没有影响。他说在市区骑的话，通勤的话，就是他现在的那个轮胎比较好骑。这样，我说哦，很好，倒不至于。换轮胎的那轮胎，你换胎时绝对不会想再换一次，所以我应该直接买那个我骑的那个二手的。你可以去跟老板娘打架嘛，你看看是不是原厂的，你 Q 我，你下次直播就说原厂，这样哪里有毛啦。我的胸毛，我的打扮是刚刚天佑来，天佑，他一看就知道了。天佑，一到店原厂胎就坏掉 ，Really？ 那，天佑，你看得出来我是什么吗？天佑，原谅我手抖。天佑，一早知道，酷。太酷了，是一只羊。对，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绿茶因为我变得更香，白云因为我变得柔软。然后嘞，我要找歌词。喜羊羊与沸太郎，2003年属羊，对啊。总不可能属于你吧？我要开悟凡事。巧克力胎是跑土路在用的，只会有反效果。那他为什么要出版那个？他想要多赚一个换轮胎的钱吗？全新落地胎是什么意思？完全配合身份，你在说我懒？对，我是懒，还是天佑了解哦。哎，张 baby， 他想要作怪了。喜羊羊主题曲歌词，哎，有人查过。等一下，哦，你会觉得很热？不会。什么？为什么前面有大白菜、鸡毛菜、空心菜、油麦菜？这什么东西？我们是哦，不是这首歌，吓我一跳。我想说什么时候有油麦菜了又？哎，阿总没有歌词。哦，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沸羊羊、慢羊羊、软绵绵、红太狼、灰太狼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
宇宙因为我变得更香。哦，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，背影因为我变得柔软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羊儿的聪明难以想象。哎哎哎，张 BB， 张 BB， 你害我忘记我唱到哪里了啦。他想要咬你的毛线，我就爱告状。什么东西？这种还没骑上路的原厂胎称为全新落地胎。新车到店，新车车主直接说不要原厂胎，换好一点的胎。哦，国城停电了。我刚刚的家里的灯也一闪一闪亮晶晶的。哦，十二月中，好耶！十二月中就不会有台风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十一月为什么会有台风。哦，不对，现在是十月底。十月底本来就会有台风吗？嗯，很少。对嘛？可以不要闹了嘛？然后又只放假一天。哦就是台风不要待在这里比较好，但是我想放台风假。我们外面的那个马路上面的那个广告牌都变成魔毯，广告的那种厚板，广告灯箱的那个板叫什么？亚克力板？不知道，反正它就是变成魔毯，然后这样呼这样子吹，然后外面还有铁架在走路。铁皮被掀飞了，就一直闪了。那你有一直唱歌吗？还是你是愚公移山？移山，愚公移山。你家停电中？为什么我家没有停电？我要说我家停电，然后电梯停住，我就不能去上班了。哈哈哈哈！你不是八十？可是我们的邻居会把楼梯堵住，哈哈哈！移山移山呐、啊，愚公，你们有听过这个笑话吗？愚公临死前在交代遗言给他的后代，就跟他说移山移山，然后他的后代就回他亮晶晶。孝贤在天上飞，啊！亮晶晶，哈哈，好烂！谢谢代代的香槟酒，但我还是没有看到特效，是为什么？我是有一排字挡住我了，我才知道的。我在天上飞，这是什么歌？这是一首歌吗？不是萧敬腾之类的。不知道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羊儿的聪明难以想象，天在高兴气一样奔放，每天都追赶太阳。有什么难题去牵绊我？这次有什么难题去牵绊我？都不会去欣赏，欣赏。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，也不会去慌乱，慌乱。到底会不会唱歌？也不会去慌乱。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，哦，不会唱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那我去寻寻寻什么危险在我面前，不去慌乱。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，不会唱了。怎么唱？我自己播。没有下次。我最近很爱看那种讲故事的。
影片。哎，我妈的睡眠开启了，十点半睡觉哦。不是，是放松时间。旅行期间有我们的公演，十二月中是不是？上次公布十二月是什么时候？十二月十六号，有这个数字吗？十二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没有啦。是不是十二月二十一号、二十二号？那十六号那一周就是十一，就是二十一号、二十二号。哦。十六号是礼拜一。哦。是不是？谢谢呆呆的香槟酒。还是其实是卡住了，所以一直我看到那个特效。对啊，他应该只说，哈哈哈哈哈，有特效啊！我想说，嗯，好，我要找喜羊羊。我每次打西的时候都会打到喝，因为喜羊羊，喜羊羊，喜欢你车窗上的。这个喜羊羊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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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羊软绵绵，为什么太长了？为什么他唱歌是这样子唱？因为他要学羊叫声。喜羊羊美羊羊，为什么是这样子唱？不可以嘲笑他人，我已经笑完了，不好意思。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，为什么是这样唱歌？红奶奶美奶奶。好，我们要继续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这是原版吗？绿草也为我变得更香，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，白云也为我变得柔软。你看我真是一只羊。啊，他有那个啊。想象。哈哈哈哈。每天都追赶太阳。有什么难题去牵绊，我都不会去欣赏。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，也不会去慌乱。就算有难题把我追捕，也做游戏一场，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，笑容都会飞翔，就算会摔倒，站得起来，永远不会沮丧。所有运气都能给你大笑的力量。喜羊羊，只是羊。喜羊羊，美羊羊。还听吧。有一个昂昂昂昂昂的那个感觉，羊儿的聪明难以想象，我学会了，好会唱歌哦。就算会跌倒站得起来，永远不会沮丧，接受有点急，有点大笑的力量。虽然我只是羊，不热吗？还好啊。我原本底下不想穿的，说，但是我怕你们会看到，所以我就随便套了一个白色的。好好听哦，再听一次。喜羊羊，美羊羊，懒羊羊，沸羊羊，什么东西？沸羊羊，软绵绵，红太阳，美羊羊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，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，白云因为我变得柔软。别看我
只是一个样，人类的聪明难以想象，天天和心情一样奔放，每天都追赶太阳。有什么难题去牵绊，都不会去欣赏，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混乱，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也当作游戏一场。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，笑容都会飞翔，就算会跌倒永远不会沮丧，这所有的体验都会大笑的力量。虽然我只是羊，美羊羊美羊羊，快乐结束了今天，哈哈哈哈。抓到他的精髓。但我之前怎么没有觉得这首歌很好笑？他之前是这样子唱的。你要洗冷水澡了，为什么？没有电了。没有电就没有热水吗？不是换那个桶吗？没有电。跟瓦斯桶没有关系。可是我们没有热水，不是换那个桶吗？那是因为花莲没有天然气。哦。哦。天然气。现在的热水器都要插电。哦，万圣节是小明不是吗？大明。小明，我有认真发文，小明，你有感受到吗？我昨天没有发，是因为航班一直 delay， 然后我就加班到11点。有感受到吗？我真的在发文哦，你睡，只有你知道这个梗，哈哈哈。喜羊羊，美羊羊。懒羊羊，沸羊羊，你有感受的，谢谢雨婷。喜羊羊，美羊羊，啊，回不去了 ，Oh my god！ 我原本唱这首歌很可爱的说，自己讲的嘞，对，周五上午脱离暴风圈。Refresh, refresh， 坏掉了，是我的留言没有在动吗？是，突然出现了一堆，赞赞，好想放假的说，对，不要钱就可以放假了。还可以抛弃你的责任感，你就可以放假了。我还不是得去上机，我就赌没有人会看我的直播。咦，明天轮休啊，只有一天哦，就是你礼拜六日还是得上班是吧？加油了，加油，努力，不行，后面那个不行。为什么我觉得这里有毛？你的头发、啊？才不是。是。算了。四八七是什么？四八七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史密斯？胡克船长，史密斯，为了新台币跟存钱，为了大 B， 我要绿色的还是要棕色的？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吗？建议，不是意见。
还是要 DRG？哦，哦 ，Sparky， 哦，看懂了啦。去迪士尼，说什么？去迪士尼有遇到虎克船长，那你有遇到史密斯吗？史密斯不是他的旁边那个胖胖的吗？那鹦鹉叫什么？虎克船长。我之前有看一个海盗的卡通，叫什么？旁边的人的人吗？虎克船长，哦，是比尔。那啊，哎，哦，嗯，是吗？虎克船长卡通，有，杰克与梦幻岛海盗，好，杰克与梦幻岛海盗，我想老人家，哈哈，杰克与梦幻岛海盗，他会告诉我里面的人是谁，你们有看过吗？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谁是谁？角色，角色，这个什么？哦，他是为2到7岁学龄前的儿童所设立的卡通。哦，是 Disney Junior。Yep， so 他也没有要告诉我谁是谁啊，搞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别看我只是这样，别曾以为我变得更强，别以为我变得弱，不对，别更以为我变得更难。哦。oh.史考蒂真的是鹦鹉哎，哦对啊，他旁边那个啊，他旁边的人叫史密先生 ，Mr. 史密，水手长，水手长是什么？阿比，阿比，你是蓝色头巾的金发男孩。那我下一个鹦鹉要叫做史考利，不知道是谁，但是先取好名字了。史考利、史密斯，好可爱，可爱什么了啦？我们是看这个，我下一只如果养绿色的鹦鹉，我就要叫它史考利，这样子的。这个是阿比，这个底下的这个是阿比，其他忘记看叫什么名字，但反正他叫阿比。哦，那个男的一定叫杰克嘛，对吧？只是那个女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朱迪呀？是吗？是吗？对。修边机吗？你在乱讲，他叫琪琪。哦哦，温蒂是彼得潘的。对，他们两个一起出来。你说史密先生吗？史密斯？你们是不是觉得地震的？没办法，网络跟手抖，选一个。网络跟手抖，不对，网络跟手不抖，选一个。就只能这样，反正你们也看到现在。就当做游戏一场。你看我妈妈做的乐佩的太阳，很厉害吧？你们不知道乐佩是什么吗？知道吧？
是我短发公主，呵呵。手抖可以修掉，可以修掉。你要把我的手修掉，什么意思？史密斯，我要跟你们推荐一个东西，是米克夏的牛奶，好好喝耶，169块一瓶，然后每个礼拜一会进新的货。哇，好熟悉哦，我只问过一次而已，然后第一次买，然后不是礼拜二，礼拜一，只是我礼拜二才去，所以礼拜二买，好好看耶，哦，好好喝耶，好好看。不是在说我自己，看着自己说。鲜奶加鲜草冻是什么？啊？米克夏有鲜奶加鲜草冻吗？那不是鲜芋仙？真的，米克夏有鲜草冻啊！第一次知道哎，后置变不懂。真的可以后置变不抖哦，你修啊，你修吧，加油哦。我很符合懒羊羊的设定，我已经躺下了，而且懒羊羊才是真的没有办法有脖子，因为我是把衣服套在我的头上，然后我里面还塞了一个帽子，你看，这样我的头才会有高颅顶，很聪明吧？发疯了已经，风吹到我家去了，什么意思？把我吹倒了吗？这样不热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的腿是露在外面的。我刚刚要说什么忘记了。米克夏的牛奶好喝。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吃的水果，无籽葡萄，这样子的，无籽葡萄，它有五个手指头，一斤160，好贵，但是好吃，好吃，然后我发现我喜欢吃的柿子叫做甜柿，硬硬的那种柿子，不是软烂的柿子，硬硬的那种柿子，对，好吃。还有最近突然可以接受吃苹果了，我以前不喜欢吃苹果，因为很常吃到那种难吃的苹果，但我发现我妈会买水果，我主管也会买水果，他们每次买的水果都好吃，厉害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，羊明天不想去上班咯，明天没有放假。Oh no！李哥哥明天放假，为嘛？因为他们又出不去，他们现在是孤岛。是啊。对啊，明天山区。我也住在山上啊。我是泰山。哎呀哎呀！我觉得我每次只要扮这种造型。怪怪的造型，我的智力也会跟着下降。你原来智力有上限吗？有啊。你是五谷？不不不，我是零口。我有两家奥莱，我还有长庚医院。
这个造型好棒，看起来脸好小。越来越远，你可以当龟山岛，你最远。哇，圣节幸运小礼物，以上初纸飞机999。365天的战斗机，对，因为我快睡着的时候我在乱讲话。最近郭馨予竟然都在早上的时候，就是我差不多起床的那个时候会密我，然后呢他就说他从握手会那天突然变成我的作息，我的作息就是一个超级老人家作息，就是差不多最晚最晚最晚11点会睡死，最近。然后呢早上7点一定得起来，因为我是社畜。然后呢他就说他最近也变成我的作息，我还以为是他都没有睡觉整个颠倒，结果是哇他有睡觉耶，好意外哦，十分难得。这个作息不错啊，对。欢迎于婷成为家族成员，感到吃惊吗？对，因为通常他会在那个时候密我，都是他一整晚都没有睡觉，然后早上七点多哦差不多该睡了，然后就是最后一则讯息，然后他就会消失十个小时以上，然后晚上十点后再次收到他的讯息，这样子。五点半早班发疯了，想吃 Mr. Donut。 吃 Mr. Donut 不能用微波炉吗？废话，它是巧克力。那它要怎么做？没有人在热的。可是它冰在冰箱就硬硬的吗？所以不要冰在冰箱，因为你放在房间我早上会有张 BB 就没有拿。我那天买了 Mr. Donut 回来，然后晚上想要偷吃，结果我就找不到。我打开了我们家的冰箱三层，都翻了三次，然后我就是找不到我的 Mr. Donut。然后我家里我也翻过，但是因为我很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明明那个东西就在我的眼前，但我就是看不到它，就是很常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就可能以为是我眼瞎了，我就放弃了，我就去睡觉。就隔天早上我进我妈房间的时候，我发现 Mr. Donut 在她房间的桌子上，因为她说怕晚上外面会有虫。她会想说我怎么找不到，我现在都很不相信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就真的很常眼皮啊，或是脑子不好，所以通常我第一个时间都会只怀疑我自己，殊不知她真的在我妈的房间。其实是我放出来，不是真的不是我啦。我现在都会在我的生活下留下一些证据，证明那些事情我做了，或是这些事情我没做。对，所以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，警察一定找得到我，因为本人自己脑子不好，所以他会发现我自己给自己留的记录。还是可能忘记收了吧，就是。我觉得少了那么多人的感觉。谁？大家去睡觉了吗？大健也不见了。对。不见了。大健被大B吓走了。
甜甜圈还在吗？甜甜圈吃完了今天，因为呢，我们就是他其实是说那个店员其实是说要我隔天晚上就吃完，但是我买了六个，怎么可能隔天晚上吃完？然后呢，就忘记吃，没有吃。然后到今天早上的时候，难得在家里耍废，就说我想要吃我的 Mr. Donut。结果我妈就说哦吃完了，我想说哦那也没关系，反正她也放很多天了。然后结果我妈就突然变出来一个说哦还有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她用微波炉加热，然后我的 Mr. Donut 整个变成 Mr. 石洞。就是会融化，但是它的酱还是粘在上面。而且我买的口味，我很喜欢吃那个巧克力饼干口味，所以它其实整根本身是好吃的，只是它就是变成密食冻多拿，哎，密食冻多拿好像比较好，密食冻多拿就是它超级硬到咬不动。我还拍了一个影片给我妈看，但是那个影片你们不能看，因为我大叔眼。而且用一个很丑的表情在吃密食冻多拿。我刚刚说什么？你是说密食冻多拿还是 Mr. 食冻？密食冻 donuts， 对，这样它才是还是 donuts， 但是变成食冻了。好会取名字啊，哈哈哈哈。我的牙齿在哭，不会，我的牙齿很健康。是因为我的嘴唇显黑吗？医生说我的牙齿很白，就是比一般的白，我都没有感觉。然后我为了这次的握手会，我有去做牙齿美白哟，还有去洗牙哦。所以我现在可以滋水出来，因为我的牙缝很大，咬嘴唇很性感。要怎么吸引喜欢的男生？咬住你的嘴唇，笑。我没办法咬住嘴唇笑。特别要挺的牙齿，这样不是很奇怪的画面吗？就是握着手然后这样，才不要给你们看，不给你们看，方便小了、欸、哦不，好用心，要记得去洗牙哦。半年要一次哦。而且我还拍了一个牙齿的 X 光，我忘记问他哪一颗是智齿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长出来。但我的牙缝是真的很大。用南桥水晶刷牙，洗白白。南桥水晶是会我们之前会用的那个咖啡色水晶吗？嗯，那个可以洗得很白哦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好像不是有段时间不敢洗。我是说牙齿。但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你也可以用南桥水晶洗白。我觉得南桥水晶很香耶，因为对，蛮香的。我上次有闻那个我们的发的那个包，香喷喷，肥皂丝，真假的？爱心肥皂刷吗？哇哇哇哇哇！那你可能会口吐白沫。干洗手可以喷牙齿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可能会醉。
不知道干洗手里面有没有酒精的成分。75%。可以洗指甲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我发现我有点太变成跟国训与视讯的角度了。对啊。应该没关系吧，各位。哎，太多了，可以醉，等等去试试。柑橘味吗？哼，有含酒精。那小明就很爱啊。你不要一直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好不好，张 BB？ 我们是优良频道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谁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上瘾以后就不去市政府了？因为小明最近很爱喝酒。市政府有酒？他们上次去聚餐的那一家。什么地方？市政府。你是说市政府？你是说好言娱乐附近吗？好言娱乐附近是市政府吗？是啊。市政府站吗？嗯。本台是哪有？哦对，我差点说哪有十八禁。哎，没有是嗯，对。不是十八禁，哎，要十八禁，哎，哦，不要十八禁，呀，不用十八禁，到底，对啊，不要十八禁了，你。什么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也要十八禁，我单飞我要隐退，哈哈哈哈，我要飞到泰山去，不是林口吗？哎呦哎呦，16禁，不用禁，我今天穿这样你要我禁什么啦？我长得那么可爱，我是给2到6岁看的优良频道哎、欸，是吗？对，学龄前儿童。他为什么会有平底锅？我们刚刚查了什么？哦，是海盗才是学龄前儿童。但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也是。哦，有暴力倾向吗？他还会放火烧村，是不是？喜羊羊，对，喜羊羊是某某亲子台的。苏德苏德，进入6点起床，15分出门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明天要6点起床，为什么这么早？我也可以15分钟之内出门。你知道那天我有一天晚上我就不小心太早睡着，好像7点前我就睡着了吧。然后我就晚上12点还是2点的时候起床。两点的时候就起床了，我就睡饱了。我想说，现在要干嘛？然后就开始做指甲，然后呢做到。5点多，6点了，我想说不行，还是躺一下好了。然后因为通常我知道，我只要躺了，如果真的睡了，我就会睡死了。然后我就传讯息给我妈，我说：“明天可以7点叫我起床吗？还是7点15？”7点10分。对，我跟人说可以7点10分叫我起床吗？
然后我就很安心的睡着了，因为我妈通常就是会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起来，然后叫我说张小宝起床了这样子。结果嘞，他就来叫我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嘿，已经50分了，四十分哦，已经40分了。”然后就啊，我就看一下手机，哇塞！然后我就惊醒，然后就赶快弄一弄。之后，因为我8点。一定要踏出我的家门，不然我就会迟到，不然我就要飙车。然后就，赶快弄。结果呢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就是我已经习惯我妈叫我的时候都会乱加时间，然后她的钟也很奇怪，我们的钟都会在整点的时候滴滴滴这样叫嘛。没有，她就是特别爱 AKB48， 她就是在48分的时候她的钟就会叫。不知道在叫什么东西，然后我每次在他的房间都会被吓到，因为就明明就不是整点，然后就叫超大声，滴滴滴滴滴滴，在48分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他那天叫我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才30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40分了。所以我不是说我看了一眼手机吗？还是很着急，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很会乱摸，而且早上就是要留一点时间给厕所。然后呢，反正他结果他回去的时候，他回去房间的时候发现才30分而已这样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因为小时候也都是我妈叫我起床，就是要上学的时候，然后我妈就会快点，7点半了。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才7点，就是对他以前更夸张，但是现在好很多了，所以就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所以我就说有一次他真的确定是那个时间的时候叫我起床，因为他有一次是什么50分吧，反正我就是大睡过头，说他叫跑50分了，想说应该40分吧，一看手机哇50分，对，我就吓死了。虽然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出错，不小心太准时的部分。这就会让你很紧张，其实还有预留一些时间，挺好的。6:50，不，那时候真的是50分，我快吓死。啊，今天怎么这么准时？吓我一跳。对，这就是惊魂起床记。好难听，起床惊魂记。被你吓，让我吓到，不知道哪次是真是假。是也不用到这样哎，因为我之前如果迟到的话，我就会不想去上学，哈哈哈。你懂不懂？迟到的时候，你要在全班都已经做好的注视之下，你说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，很尴尬哎。我是不是这样看有一点像天线宝宝，因为看不到我的两个脚。最近还有追剧吗？没有，我最近就在看恐怖片，恐怖的解说，恐怖的，对，也不是恐怖的解说，它就是说故事的那种。我前几天还看了那个老高的视频的影片，不是视频，然后就听他说故事，然后就睡着，我就很像老人家，就是明明就可以一下就睡着，但是跟我婆婆一样，还是得要开着电视，跟公司请假。没有，我也想要睡到表演前再出门啊。你都在看小莫，为什么？但是他很常问一些。明明刚刚才讲过的问题，最后一排，我都不去上学的，开玩笑的，我都下一节课再去。这
妈就一直为大家解释。对对对，我还听了他说那个希腊神话，我发现我还蛮喜欢看希腊神话的。之前我还有一本书，就是专门讲希腊神话的各个故事，他们超乱的。恐怖解说是看打码版还是不打码版？嗯？什么意思？恐怖解说是看一个人坐在那边讲话，不是吗？而且我都只听他们讲话，有的时候不会看。你的这个视角有点怪怪。很怪吗？看起来我的脖子长在后脑勺。哎，你们看到我怎么绑的了？算了，脑子有洞。是没有遮掉恐怖片段，会遮掉，不然 YouTube 会黄标。哎，我现在也可以看到黄标，不是，就是它会被下架。以前我都看不到儿童不能观赏的那种，因为我的账号是真实年龄，然后就会用我妈的看。哦，乱讲话。你们知道买 YouTube Premium 用不是 Apple 比较便宜吗？用 Android 系统。我买了，可以。你取消掉了没？还没有。你要你取消啊？为什么？那是你的账号。哎，问题是你定的啊，我不会弄。我好像我就会弄一样。对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也没关系。不光只是那个啊，游戏也是啊。对，为什么？对，所以我那天就用我的笔电下单。为什么？而且差很多钱呢。下单什么 ？YouTube Premium。那先换成你的账号。不是啊，我买家庭方案，大家都可以用。好臭好臭，你不要对着我哈气。为什么要买家庭方案？啊，不是说要婆婆爷爷也可以用？可以不要对我哈气吗？很臭啦。很臭啦。乌克兰啊，你好吃宝宝。宝宝请你去洗澡，你自己洗澡好吗？可以吗？这样很舒服你。巴西很便宜，哈，然后再换回来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巴西可以用台湾的信用卡。哎，废话。哎，我不是用信用卡。哎 ，Apple Pay。哎，你是用你的签证卡。说不要用 Apple Pay。他在讲什么？切 VPN， 这样子酷。切 VPN 很麻烦嘞。反正我们公司的事好吗？我不是说好言语的。乌克兰家庭饭这么酷？那语言再调回来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买完之后再调回来就可以了。比较便宜吗？这样子吗？那我要再退订了。嘿嘿嘿，我好像有开那个特效。VPN， 呜呼呼，用到 VPN 是什么意思？我会用 VPN， 哎，我不会用 VPN， 是不是要新增吗？不会用。没关系啦，我都已经买好了啦，就这样了啦。
有人要当我的家人吗？不要分享给你啊，哈哈哈。玉婷可以，玉婷加入，方茹也加入。方茹好可爱哟、哦，方茹，方茹不在，但是我要说她好可爱。方茹家的宝宝也好可爱。方茹的谁家的宝宝？不是我在讲什么，就是他的什么、啊？哦，对，侄女嘛，他的侄子、侄女。他姐姐的宝宝，对对对，好好哦，方茹。你们先去一趟泰国，因为我们家都只有女生，我爷爷没有说话权。我爷爷爱我婆婆，所以他听我婆婆的。表弟也不是表弟，他是假的。家里唯一的男子是我。张比比呀，你在干嘛啦？他在乱咬东西哟。比比是恐怖的小丑，什么东西？什么比比是恐怖的小丑？我会把它丢掉。我会把它放去南澳。比比不会是恐怖的小丑。他是抗议的、啊、他说他是你不是，那你就去哪儿、已经不知道在说什么了，各位、要睡觉了，各位、各位晚安了，各位，他已经在神志不清了。大家晚安。你不用念板了，但要啊，我只是先说晚安啊。张比比不要乱咬哦。晚安，睡波。你们会听到。他咬你的脚。各位，你是白目吗？搞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他咬我的羊角，哎，他还把我的脑子都插出洞了，插回。你看啦，哎呦，哎呦。臭狗，哎呦，我还没有拍照哎，那你们获得不了照片，哈哈哈哈，笑你。哦，夹子啦。我要念榜了，各位。真的是，今日榜，是吧？是。你们还没有跨日。只有第九名，第九名是钟颖，谢钟颖，小杨不会拍手。第八名是天佑，谢天佑。第七名是雨婷，谢雨婷。第六名是樱桃猫，谢樱桃猫。第五名是博成，谢博成。第四名是呆呆，谢呆呆。第三名是十八 P， 谢谢十八七。第二名是万圣节，谢谢万圣节。第一名是小贤，谢小贤。好嘿，哎呦，有毛，真的是他的毛，是张 baby 的毛。哪里啦？哪有毛？有毛，有毛，你看我拿到了张 BB 的毛，你们看不到。送上庭啊！再见。我们来一个性感的咬嘴唇。晚安了，各位。拜拜。
神志不清一样。我今天是懒羊羊，一定要这个音调哦。没有人可以教到我，因为你们不会这个音调，对吧？嘿嘿，懒羊羊要睡觉了，晚安安安安，再见了，拜拜。